今天带大家来白桥巴萨小贩周生意商场走走。如果你问我白桥在哪里的话，我大概可以说白桥是介于猪脚医院与小印度跑马步路之间的小镇。白桥是因为西边缘吴桥河上的两座白桥而得名。白桥巴萨旁有白桥的历史说明海报，可惜全是英文的，若也有中文版本的那就锦上添花了。白桥小贩中心翻墙明亮，虽然天花板上没有电风扇，但坐在其中一点也不会觉得闷热。摊位不少，让我们去经济里看看。九成熟食，真心市场，顺发云吞面，剑桥咖啡摊，欧元粥品，两个清真食物摊位和旺旺咖啡茶水。白桥手工追贵，白桥摘熟食。兴隆菜刀柜，新兴记鸡鸭饭，陈香记烧味 GI 鲜果汁，德里斯油条，品味港式猪肠粉，双春潮州卤鸭回转，新的咖啡糖，加乐手工一碗面，年纪最多人排队的是这摊，来香肉骨虾面，顺记云吞面，王星星海鲜汤，白桥凉豆腐，星记椰浆饭，中记美食，东河茶室，水月热甜品，燕心米泉柜，金吉人热茶室，白桥熟食摊也是很多人排队，顺城茶室生意不错。逛完了小贩中心，让我们去巴萨看看。
虽然是青蓝的做摩山，但巴萨内顾客却不多，希望摊贩们的生意迟一点会更好。逛完了巴萨后，接着去旁边的商场看看。著名医师陈美娥的诊所就在这边。这里也有一间 NTUC 超市。这家便利店也有卖马票。我不会走上了。